南瓜、胡萝卜、鸡胸肉、鸡蛋粥，正好给糖糖点。嗯，他在找糖糖的，好像。你要不是，你给他再找。轻一点，听话。宝贝儿，宝贝儿，知道。嗯，轻一点点，尝尝尝尝。好吃啊，你放一点点，尝尝。还是不吃，今天给他输蛋呗。哎呀，有小脾气啦。今天没吐吧？吐的话群里面会说。哦，如果没说的话应该就没吐。好，果果糖糖过来陪你玩了，你们一起吃饭好不好？他吃你也吃，也尝尝味道啊，尝尝味道。嗯，还是不想吃。吃一点，只有把饭吃饱了才能慢慢变好，知道吧？啊？还有脾气了是吧？啊？吃点吃点，行吗？啊？行吗？吃一点点，吃一点点，来。一直用舌头把那个东西往外吐。吃了吃了，就是这一点点的。宝贝，你不吃饭，病什么时候能好啊？啊？我知道你难受，难受也得吃着吧。果果，是不是这个饭不合你胃口呀？嗯，果果，把这个吃了哈。嗯，只有吃了才能变健康，知道吧？嗯，听不听话？嗯，我知道你身上难受，但是你不吃饭的话，什么时候才能好？嗯，对吧？来来来，吃一点，再吃一点呗。果果，果果。你不吃饭什么时候才能好啊？听话，你有没有感觉到身体有一点点的变好？嗯，如果要变好情况下也要吃饭，知道吗？啊，如果是没变好了，那更要吃饭了。只有慢慢的，只有身体变强壮了，才能去战胜黄疸啊！听话，来来来，快吃，快吃。饭好吃，很好吃的，甜甜的胡萝卜，面面的南瓜。吃饭知道吧？啊。不愿意吃，刚才靠这边睡，嗯，现在你给他喂食物又躲到那边，嗯，糖糖，哟，糖糖来找果果玩了，喂，咦，你看他抬头探头了，他知道有小朋友来找他了，来做伴。你今天是来陪果果的哈？啊，糖糖，糖糖，你给果果打打气啊！啊，对，哇，交好朋友啊！嗯，你也要吃饭知道吗？哎呀哎呀哎呀，你看看他，你看看他，好看了是吧？嗯。要多吃饭，知道吗？再给你喂一点饭，行吗？啊，再喂一点，啊，再喂一点，不能不吃，对不对？啊，对不对？
你看，果果在说，你喂喂糖糖，给糖糖吃。好，他一直。喂喂糖糖行吗？嗯。哎，糖糖，糖糖，吃一点。你给糖糖吃，把好吃的给糖糖。嗯。给糖糖吃不吃？给糖糖，给糖糖，直接给他这个。糖糖。糖糖咋走了？他那个饭吃不香吗？又有鸡胸肉，又有南瓜，又有胡萝卜。咦？家里面的小狗狗都吃的挺香的，他糖糖怎么不吃啊？今天是不是我的厨艺没有发挥好啊，糖糖？哦，吃了吃了吃了，吃吧吃吧。你看，每次都是凉的。嗯嗯。吃完饭要擦擦，知道吗？啊，你弄的身上都是了。这不很帅气吗？啊，怎么那么帅啊？这两天没敢给洗澡，现在其实身上也擦的差不多了，挺干净的哈。嗯，就是稍微有点味道，但是等等，希望他能尽快的康复吧。能康复之后，才能去给他去洗个澡。现在只能擦个抹布。好了好了。院长，我还得再问问啊，这现在看他一个状态啊，我看着颈都不是比昨天好很多了，但是他会这样一直好下去吗？不一定，他可能会反复，知道吧？反复。对，主要先看他的饮食怎么样。他自己要是饮食自主的饮食，嗯，那就行了。但是今天又被他喂食物，不是打了60吗？嗯，还是那个吐。他不，今天没吐，但是不怎么吃，对，不主动吃，对，而且是打到嘴巴里面也不怎么吃，不往下吞咽。啊，我只能两毫升的往里边打咽。但是少量多次的喂，看怎么样。嗯，那现在一个状态的话，虽然比昨天是好，但是也没办法确定他之后的一个什么样子。对，这今天的第二天了。时间短看不出来了，还可能会反复的，是吧？那它一个整体的危险期大概是多少？我估计，如果不太吃东西啊，用药5到7天，一般来说的话，状态好一点也会吃东西。如果它不吃，那就不行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杜，今天也是把汤汤带过来医院来看一下果果，因为现在果果的一个情绪嘛，相比较昨天是有一点点的好转，但是他的饮食方面还是和昨天一样，不怎么愿意去吃，而且就是把流质食物打到他的嘴巴里面，他还是不太愿意去吃，可能现在就只能去少喂一点，然后再多喂几次了。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面嘛，可能在接下来的5到7天的一个时间里，希望药物对他的身体能够做到一个比较好的改善，也希望糖糖对他的一个陪伴能够唤起他一个生的希望。因为现在如果6天左右之后，如果情况还没有一个好转的话，可能就是说治疗的难度就会特别特别高。我们也希望在这一段时间里面，他会有一个慢慢变好的一个趋势，希望他能够早点康复，回到我们小院。